针对郭台铭董事长宣布投入2024总统选举争取国民党提名，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，乐见有更多力量加入国民党这个团队，共同努力赢回2024选举，让台湾和平安全，也对郭董表示，最后不论有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，都会全力来支持国民党，让2024年再度政党轮替，表示感谢。我们乐见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加入国民党这个团队，共同的来努力，来把2024的选举赢回来，让台湾能够和平安全。那我也特别开心看到郭董有表示，无论他有没有获得提名，他都会全力的来支持国民党，并且努力的让2024年能够再度政党轮替。那针对这一点，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董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